旧约章，马竞成全新约在频道，末世中试图因机被战紧张。马平人末世一男神，诗篇福音马可录音追寻，状态脚法步伐血统可否吸引，稍息 life 就没红眼问。女神看雅典银河，夜空已跑马地天边星座，如下那胜利像行程周三飞马，逃着仙女解开枷锁，只为在这最后伊甸女未惩罚我透露真理仆人，再背负创世代黑天使末十届坦率讲比赛可真。在马竞末世满途天使有传道，旧约的先血赎罪流入新约里，用创纪圣典订立新世代程序，运算分秒寻快方后上赛区，是理想见到信黄金色乌托邦，绿草青波雷乃竞逐要再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呢个新世纪速奔赛事 Eva。咁喺呢个环节入边咧，都会同大家讲啲跑得快好世界嘅马啦。咁啊，好耐冇做俾大家睇啦，因为隔咗个圣诞节啦。咁啊，当然又系跑谷草嘅时候咧，跑得快好世界都好重要嘅。嗱，未讲之前咧，咁啊，想听 tips 嘅朋友可以睇翻五间马经或者马迷早晨，甚至一 Q 博士都可以啦。而想聽下呢啲額外嘅知識當賽馬分享咧，咁亦都可以睇下，甚至乎之後買埋世界都有嘅。未訂閱呢個頻道朋友咧，右下角歡迎撳落去粒四星龍珠，開埋訂閱掣鐘仔咧，訂閱呢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啦。片頭片尾有時都會見到咧呢個 IG， 記得 follow 埋 IG Story 啦。咁喺賽日嘅時候咧，開跑前半個鐘撳個 IG 頭像咧，就可以睇到即日嘅分享噶啦。咁啊，今次同大家講跑得快好世界咧。不約而同咧，因為真係隔咗一段時間冇跑谷草啦，咁啊又要同大家講下呢匹飛輪布，同大家熟習下啦。又或者上次咪講過咯，嗱講過還講過，啊即係一隻嗰只叫做黃隱福星贏完又再贏啦，咁第二次都係介紹翻佢啦，新世紀足分賽事度。咁你知唔知點解佢再贏先？因為佢進步咗。嗱，其實如果沙田有咧。我為你呢第三邊開始呢，我都仲係有繼續同大家講佢一路進步嗰種快呢，你喺個步速入面理解睇種時間冇意義嘅，結合返嗰日個場地呢比較重要啲，咁你先至知隻馬幾時贏幾時輸，點解六折唔到我會估佢輸呢，咁唔係冇原因嘅。咁當然啦，貼另外一隻都唔喺度，不過你可以由呢個方式入面呢睇得到呢究竟啊幾時咧先至應該擺呢啲馬出嚟啦？好啦，咁啊，依家咧帶大家睇下飛輪布咧，我哋由最開初介紹俾大家黃色嘅時候，即係做咗 bookmark 啦，俾大家睇下點解呢只馬咧當時嚇話佢犀利啦。咁快步速放唔斷啊，梗犀利啦。咁但係會唔會係地快快0.61秒咧？我輸條頸啫喎，咁你當佢啊即係登上登落啦。而你睇翻，當日咧都真係地快嘅，五班咧頭三段可以快成秒，不過咧就冇一隻放頭馬可以接近啦嚇，最跑得近嗰只只係無敵精英啫。咁但係咧無敵精英都一再上名啦，而四班1650咧嚇1分15秒2咧跟前嗰只都犀利，咪又係黃隱福星咯嚇，講到口都乾噶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輸條頸嘅飛輪布。咁呢只馬咧，當時就係屬於啲啊蝕步速蝕得好緊要嘅馬，而你睇翻嗰個賽事水準咧，算高嘅。新榮之星、川河首區、遊龍串鳳、美麗滿滿，甚至後面鬼九九圍攻、年年歡呼啊，跟前嗰啲啊，都仲係點啊？識贏啊，即係算係有頭馬嘅馬匹嚟嘅。咁所以你睇年年歡呼嗰個跑咁後嘅第八嚇，輸得遠啦。點解轉個頭嚇輸俾大數據之後跑3000/4落到四班識得贏，咪就係因為咩啊？因為就係嚟自強組咯。咁當然啦，佢三班唔夠贏嘅嚇，你三班喂大佬講緊嚇，即係年年歡呼輸緊就嚟五個馬位啦。咁你就算點蝕，你輸太遠係冇價講嘅。咁呢個就係有時大家要知蝕而輸唔緊要，輸幾遠先。
現實嚟嘅，飛輪步就係一啲真係輸好近，接近贏埋添嘅馬啦。咁所以咧，佢喺三班再出咧，輸俾一隻當時仲未即係斷攬嘅超超比啦，繼續連接緊。所以波爾多咧，嚴格上嚟講咧，都唔算太差嘅，不過兩隻都係後上，三隻都係後上馬咧，咁你即係覺得好似平低啲咁。但係唔好忘記喎，飛輪步係後上馬咧，個跑法係錯到不行嘅。十二檔逼到佢要縮咁厚咧，先至會造成咁嘅結局嘅啫。而之後再出啊，增程千八不得止，仲有幻上全名證添，所以呢只馬咧先至落敗嘅啫。咁呢場可以抹咗佢啦。唞完一輪之後啊，好多人都話：喂，得唔得啊？唞完啊，即係甚至乎咧，即係有人講話：喂，唞完一輪之後啊，即係操練好似休閒咗喎。咁又係喎嚇，喺從化試完習之後咧，跳咗一課咁多，跟住全程咧就喺度踱步啦，啊，即係行路啦。咁點解翻嚟又贏到咧？咁咪就係因為唞夠咗咯。咁其實只馬本身咧有能力，你見潘頓抽車輪邊好似抽到只馬開花咁，結果咧只馬都係贏威武覺醒少少，馬爾代夫少少。嗱，你話喂今次正常步速唔係放超慢咯，點解都贏咁少嘅？又冇甩開後面主馬群成堆，睇落係嘅。咁你就要知呢只馬嗰個當日嘅強度去到邊啦。嗱，呢次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呢樣重點啦嚇。咁啊，點樣知只馬有幾犀利咧？咁你可以睇下啦。四班一六五零，你話都係放贏，咪就係黃仁福星咯。啊，當日都輸俾佢啦嚇，跑個四班時間，大家一個喺三班，一個喺四班啊。從之前大家快步速放斷嗰次一模一樣，佢賺一萬步速，總時間一分四十一秒二，當然贏得輕鬆啦。咁但係你話呢只冇賺慢步速。放到一分四十秒三喎，即係插翻快放成秒，以高一班嚟計咧，根本就相當困難。咁你攞翻五班嗰個比較咧，其實係黃仁福星放得慢啊。兩場一六五零咧，其實去到第三段咧，都叫做慢過標準時間。所以引以此申算咧，呢場三班一六五零咧，其實已經係放快咗啦。咁所以你亦見唔到啲跟前嘅馬會翻到嚟智取神區、機緣追夢，甚至讓愛高飛啊！咁所以飛輪步可以咁樣贏，而潘頓真係要抽車輪邊咧，個原因亦咪因為咁咯。咁好啦，調轉就係、是、哦，咁兩隻放頭嘅嚟贏，會唔會睇落好似係嗰日大利放頭啊？咦啊！咁你咁諗，證明你有進步咗啦，識得喺呢個方向去推敲。咁我哋又由第一場開始睇起，五班一千，哇！開心馬。放頭唔得喎，啊鑽石寶寶唔得喎，飛如海旋咧後上下風啲嗰只反而得啦，啊處女馬後上開齋幾難先得嘅，然後滿多福、帝豪歡聲、無敵精英全部後上嘅，步速快咩？一啲都唔係啦，去到頭三段頭先咪講咗咯，慢個標準時間差唔多零點六秒，放翻嚟嘅馬一隻都唔見。雖然是大冷門八十幾倍三十幾倍不應該回到來的，但是跟前的都有些實力馬星際精英重組之王的，為什麼全部都沒有呢？就是因為場地不利放，你說那不是啊，建測群英、龍船快、彈球快活、千八都放到回來的三隻，你又有沒有想過這三隻本身的能力都是高的先，而且他們都是放著慢步速的，所以千八呢這場呢其實都很有大家去留意的價值的，而彈球快活和龍船快之後都有再出，大家明晚就可以留意多一點了。不要計算這些超快步速放頭的嘛，所以時間寶呢這場是很厲害的，只有他一隻可以捱得到回來，理論上時間寶再出其實應該要找他的，不過葉楚航又沒有再將這隻馬再出了，暫時在神操記錄中見他咦唞完四天之後呢跳了兩課，沒什麼特別部署，我們這些可以等一下。而在之後的不同賽程，運來勇士、鐵木兒九歲老馬都贏到，你就知道是贏甩的，即是麥道朗，即是說那天就算短途短到一千都好，一些偏慢略為偏慢的步速都是後上馬佔優的，這個已經不用爭辯了，什麼狼線、浩斯、新幹線同埋想見你啊！講起新幹線咧，唔係廣告啊。話説咧，因為雖然我好中意黎明嘅，咁但係都唔關事。話説咧，
我最近咧，即係冬天啊，梗係食呢個阿拉斯加雪腸蟹啦。咁我發現咧，原來喺長沙灣附近咧，都有一間叫新幹線嘅海鮮店，咁都可以買啲即係唔係好大隻嘅雪腸蟹，仲可以代蒸添。唉，真係好啦，可以買翻公司食。咁啊嗱，但係你會見到想見你、高明進將呢啲，全部擺即係中後上嘅，喺啲偏快步速當然賺啦。原則即係話。七場同八場呢兩場咧，方頭贏翻嚟咧，唔係賺形勢，而係佢哋真係犀利噶。情形有少少似咩咧？你可以由啱啱昔日賽股入派賽咧，嗰日草地咧幾乎冇一隻貼欄係翻到嚟，甚至贏馬嘅。精算步説可以依住個一檔沿途貼欄咁樣衝贏只打到開花嘅華麗再勝咧。根本就是力的表現。當然啦，精算部說，事實上亦早在前一場已經輕鬆沿途走三碟贏華麗再勝，所以這個是講緊進度問題。私家三欄比埋一檔你咧，沿途貼欄就算走不離地，咪一樣照贏。你話唔理放頭咩？咁前兩名咪彈甩咗俾你睇咯。所以根本唔關事噶。其實是講緊咩啊？馬嘅能力緊要啲嘅。飛輪步咧就係啦，咁啊屬於咧。可以在場地上的反趨勢可以贏到馬的，所以這些馬根本就很有實力。好了，問題來了，你說喂，今次他排九檔會不會走三碟先？你知道私家三沒有難沒有命的嘛，一走三碟呢，沒有說他站在這裡我都站在這裡，所以大家就要參詳一下一至八檔究竟有沒有快馬或者前置馬早段會頂住他。堅仔有個功能咧，可以根據檔位排列嘅。咁你將飛輪步排一九檔咧，到時自己撳下啲紅運掌聲啊、銀亮光速、標誌量子十八掌、健康之星、九九圍攻、美麗滿滿同忠誠區咧，究竟會唔會前置頂住啦？前置咧，雖然忠誠區過往亦曾放頭啦，喺前年。去年的時候在羅富全道放到頭喎，不知點解去了無偉傑道咧，就只馬喪失了前速，連試閘都是啦。所以今次會不會真係頂住佢咧？我覺得機會不大，尤其是佢想減分，更加不會用自己擅長的跑法。如果測試過前面嗰八隻馬都不是快放的時候咧，我想飛輪步曾經十二檔都試過擺前走，在去年的時候咧，十三檔就即係唯有留後啦。嗰陣時喺方仔嗰度。去了容天鵬道之後，你見到抽八檔又好，谷草抽十二檔先至留後啫。其他場合咧，佢都係選擇盡量擺前走嘅。咁我估啊，即係九檔咧，應該係同佢喺沙田三班千四嘅時候一樣，都係會盡量嘗試前置噶。咁當然啦，輸俾黃腳立神虎龍區咧。呢啲強度咁高嘅馬，咁啊當然冇氣槍啦。咁但係呢只馬咧喺今季咧持續進步嘅話，咁啊以容天鵬咧最近都有馬贏嘅時候，咁大家咧不妨向佢咧呢啲有能力嘅馬埋手啦。好啦，咁啊今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片尾咧仲有阿品書拉小提琴。哇，品書最近咧 IG 咧話，喂希望揾啲服裝贊助，又話要二四年嘅願望係減肥成功喎。其實佢唔使啦嚇，咁靚女減肥。都對佢冇關係噶啦咁啊當然啦，大家如果覺得片頭 K K 唱嘅主題曲好聽，片尾咧都會有翻佢拉小提琴咧，不妨喺佢 YouTube channel 嗰度訂閱翻佢嘅品書嘅小提琴頻道。我哋除咗欣賞賽馬之外咧，都一齊提升一下我哋欣賞賽馬嘅品味啊！咁啊喺下面咧就有個連結，就係品書嘅 YouTube 啦。咁大家除咗訂閱我頻道之外咧，咁亦都歡迎訂閱品書嘅頻道啦。好啦，咁啊今次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